我们所有的还没有表演的练习生们啊，注意不要让自己的嗓子啊、身体都睡着了哈，太累可以起来活动一下，因为怕你们一会儿去那边活动拉不开。刚才动两动了。你们都吃饭了吗？吃了，包子，还有农夫山泉。农夫山泉有点甜，有点甜，甜甜，有点甜甜的。想吃炸鸡，我想吃火锅，可以叫来这里吗？订外卖。忘了吃，喝我的芝麻糊了，我就时间到了。